些外宾就在里面就可以做他们爱做的事，知道吧？做他们爱做的事，那个两只手就不是残废了。啊，这个是饮酒做的宫殿，知道吗？上面不是有门板吗？门板可以放下来变包厢。饮酒做的宫殿啊，看到我两边其实就有三个洞，一起烧。这个冬天啊，韩国以前冬天很冷哦，零下30度都有啊。啊，那现在零下的话，现在比较严重。现在韩国的冬天今年大概有零下20度。不会说打开来以后海苔呢软掉了，好不好吃？不好吃啊！啊，里面结果我曾经在带团在五六年在韩国带团，我看到团员回去有打电话给我，他说这件事我在那个东大门公园说买海苔回家。披萨油知道吧？披萨油就是东西太贵了，太贵了叫讲披萨油。你想跟他叫他算便宜一点就是 sake 油知道吧 ？sake 油 sake 油，你简单的讲那个叫买太多。爱国，韩国人的民族性很团结爱国。那韩国你在路上看到的国产车特别多，韩国的国产车有几种品牌？现代、Kia。韩国人很团结啊。那路上呢，你在东大门才有机会看到奥特曼，路上奥特曼比较少，东大门这边比较多。韩国的机车大部分都是后面有架子来用来载货用的，大部分的比例嘛，啊，所以坐下来整形费用非常高了。所以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做的，不是啊，啊，那有的明星会做整形，对不对？那有的明星就不做原来的面貌嘛。所有的行人都会走到走一遍就对了。所以呢，有时候睡觉一下没关系，因为顺路，韩国地方很大。啊，刚刚跟司机把它研究出来，这个行程怎么走比较顺，就把它排好了哈。那我念一遍给各位听一遍哈，再讲一遍。明天早餐完以后，我们出发去水源华城，因为我们饭店住就是。Thank you.
还是 7，嗯，所以台湾是一支25块，25块，那这边21块还好啦。那进口到台湾的话，出口到台湾卖25块。到了中国大陆，你一定要看长城，就登长城走一段。那个克林顿到中国大陆北京访问，他一定要走长城，有去长城。好，那我们各位来到，知道去做别的工作，做转业的业务。那后来，2003年过了以后，我们雄狮啊，因为韩国线很热嘛，从东京林歌开始演有没有？蓝色生死恋开始演以后，哇，很多客人一天都比到那个外国，不是长城线，美国、北美、澳洲、加拿大，一天每天10块钱小费啊，那个就会比较多了，赚的比较多。哎，好，那我们先聊到这里啊，各位，现在这里就是水源花城，我们下了车以后啊，往前面走，我告诉你什么是参观。教练会我们就来教，我自己来教，知道吧？好，所以一般我们领队都基本上滑雪概念我们都会有，好，因为我们有上过课。三个时间内你先挪到别的国家去玩，把全世界走一遍吧。啊，我为什么要从西北航空离开，然后我要为什么要踏入这个行业？因为我想如果在带团当中我可以把世界走一遍，我又不用花团费，我又可以赚到小费，那不是一举数得。